削的香槟。那普通排位不给推进器就算了，打个比赛还不给推进器，太扎心了。哎，可以的。滑板加速。板下不下？别下！这边有点伤呀。我这边很伤，巨伤。还真的是有空气墙。没修得动啊，直接是没儿子了，还没打了钻，其实是废了，没守了三连电击。把子全下了。
他怎么居然走这边啊？打了钻哦，空姐没打钻。挂这里吧。打个封印啊。往这边一丢，稳了。不打一顿。锤完这手锤队友，太真实了。怎么都没人修呀？那干嘛呢？修呀！哎，他以为我还带着金身，不要紧不要紧，这个时候尬住尬住，等会给他来个 surprise。没事没事，有力气。
应该在大房子。OK， 看见他了。他没有走大房子，走了一个鸟的地方。他可能要躲刀，躲刀，躲，死了。有没有救到自己栽了？他的儿子在大房子。也治愈了，应该在四合院。魔术师应该在附近了。捡东西吧，不要钻头了。他儿子是不是在摸人啊？结束废了呀。晚了呀，魔术师不救人，空姐在这个大房子又不敢过来，打得赚了，还没救啊，他自己用走了。不行了，魔术师回去救了，应该赶到了。你老老实实修电机啊，你救什么人，对不对？我给他补电机去了。空姐在这里面啊，来下班。就最后一个，我就是。哎，这个 bug 真的烦。等一个，等一个两百线索，给他来个反向垃圾。大姐这边锤不到他了，给他一气。这边电机要让他修了，别让他修。结石，两个人啊。哎，怎么不还了？来，交枪呗，交不交？
这个魔术师是不是没睡醒啊？他要没炸的话，他就直接被震慑了，直接死。是不是没自己？前方可能要撞我了。我在这边站着吧，让他撞。他飞过来撞我，我飞过去给他一刀。上。真木人。快点跑！爽哎！哎，快点摸好了，摸好了你也救不了呀！哦，我死了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妈耶的！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，死了。哎，杰斯来了，谁让他救，让他救。800分呢，快来，快来。我操！哎哎哎！你别跑了！看见没有，没稀饭，都放弃挣扎了。哎，来，飞到身边。爽哎！没事。结实啊，那么空姐。哎，骗到了，翻。儿子交出来啊，交不交？
应该死了呀，老板子下来就死了。那应该卖儿子。哎呦，伤！哦，等一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进个天气。OK， 等一个空姐。空姐没机会了，那只能抓他。你要跑的话，你死了。可能要绕一个远路撞我一下。我这边不需要担心他会被拖啊。哎呀，送了个闪现。抓这个吧，这个电机远一点。空姐，空姐，里面要有椅子就好了，可惜了。应该在摸前锋，空姐何止跑得快，她听见拉锯的声音就溜了，贼慌，她知道我要催她来了。哇，两个都在啊。真惨，大姐，我的目标打魔术师一下。然后骗一个分身。够了。放在里面吧。钻个风翼骚扰啊！他们肯定在护摸，在护地啊！那黄的哟。还有一个呢，我日！
还有一个重新修了，那这边直接锤。你要不要加速？我家这个风一级，死掉的。然后西方还在修，西方哦，沉迷修电机，无法自拔。修好了，地架不在这。哎，我靠，在这。想走。过了一劫，没事没事，有机会。结石啊，自己啊，想了就、啊，他这个有个很头疼的空气墙，根本不想拉锯，然后他要分身卡位了，哎，可以，这个窗哎。哎，这怎么打到分身了？完了，血麻崩。你没加速，你没加速，有加速 boss。哎，敌人好大，结石的儿子。还有一个木之棒，它不好吃。那什么时候木之石那个修好了，我再开始选木之石，不然太难吃了。空气墙分身锯不掉，然后还要撞墙，太亏了。把他打倒了。
啊，就已经要求完了，溜溜球，挽救一下吧，两个人。翻过去了还行。打弹枪嘞！我没精神啊，交枪！谁在修？哎呦我操！好了。开了错宝贝啊！错错错！我怎么是你的？哎呀我！他打的赞啊，换人。哎，该死的魔方！修不动，爽哎！吹了他们一晚上。开始，我还用杰克干嘛？爽！干嘛呀，大兄弟？哥，这都不认识，不会玩。找你了，秀呀！你敢秀这台？马拉松。等一个空姐，全部不敢撞了。来了，
死追。没打着，扎心。现在有机会了。二一，交不交球？交不交？二宝，刚被你救了，不好啊，好脏。OK， 清风一挂死，王女一挂死，挂谁都一样。姐，全不好了，儿子救的吧？该翻的呀，不等一个隐身，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哪儿。辛苦了，交球。不打了。感觉蹦蹦熊对杰克的话，他有点贪球啊。那杰克出刀，他可能死得很快的。一个左一个右，打这个。我懒得插刀，我不能打。等我也无人了，不凉了吗？我等一个隐身，来移速，看谁快。哦，别当你脏了，这肯定不是当你脏经济。果然。
其实大金刚他也点不动呀，可能说实话。